Smile 同 LASIK 聽得多 ，ICL 你又有冇聽過呢 ？ICL 植入式隱形眼鏡係一項針對深度近視、遠視同散光嘅新一代矯視技術。特別嘅係，佢同激光矯視唔同，唔需要切削角膜，亦唔會改變眼睛形狀同結構，而係直接將 ICL 鏡片植入同固定喺我哋眼球虹膜同晶體之間。傷口只有約2至3mm， 手術時間大約10至15分鐘。準確度極高，度身訂造的 ICL 鏡片含水量高，柔軟靈活，有紫外線防護功能，同人體眼球互相兼容，就好似鏡片本身就是眼睛一部分，隱形無感。 ICL 仲是目前為止唯一一種可以還原的矯視方式，可以永久存放在我們眼睛裏面，亦都可以隨時拎出來同更換鏡片㗎。